我要不要脱手套？不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就是最原始的工作的那个样子。我七秒半就可以搓一颗。七秒半搓一颗。我们里面我算最厉害的，真的，快手，好。欸，我站在这里，在这个舞台，我站了35年。35年。所以练就了一身搓麻糬的好功夫。搓麻糬。我这样有放慢，我看你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越快越好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是要给那个外国人看一下我们台湾的职人精神。啊，我们。35年搓麻糬的功力。展现一下，这个很简单，你转快一点，它不就很快了？我没有技巧。这个麻糬好不好搓，取自于它的鸡脆。它像我现在在摸的这个叫鸡脆。如果它用的比较好、比较软的话，也比较好搓。它如果用太硬的话，也比较不好搓。哦，所以这边开35年。不止哦。OK。阿嫂，你爱用一挂正汤咯，正汤落了，正汤落再用糊的就好，爱几号叫，啊叫会搁甲你用一挂迄落来。这边弄的，你不要跟着我一起走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可以的吗 ？OK。那我加这么多东西，你不就要跟着我一起跑？可以拍吗 ？OK。好，我再帮你加一点这个。好了，可以了哈。OK。你如果要叫我慢，你要说，我动作很快的。好。来，拿去。